坐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撒泼骂街。谁是个懦弱？我收回刚才说的话，行了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会是只想教我该怎么做人吧？秦飞已经入土为安了。 你为什么要冒着他的名讳混事？我不想打扰他。去年我在广西会遇到了，说不清楚了，纯属巧合。是什么巧合？我不想知道。说不清楚就别说。我想跟你说的是。 秦飞给我托梦了，你惊着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当你的影子鬼，让你一辈子不得安生。直说吧，这么远找来，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，究竟想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盗用他的身份？ 一时走投无路，有必要解释吗？没个一天一夜说不清楚的。但我会尊重这个身份，不会辱没他的名声，不会顶着这个名号去做见不得人的事儿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保证没有。反正你的资料在网上清楚得很，我不愁找不到你。我没说我要逃跑。 你说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这是我第三次问你了。要钱？早说呀！不熟，哪好意思直说呀？多少？20万。 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，保证以后再也不来找你，食言，电到雷劈。秦飞生前买过一辆车，车牌号码你知道吗？这辆车现在是我的，在过户之前，这儿写的是秦飞的名字，但现在是我。 啊，我就是熊青春，熊青春就是我。20万太多了，我一时拿不出来。
那你要这么说，就不是你的水平了。你的位置，年薪是可以推算出来的，40到50之间。那也得到年底才能拿到。20万也不是你年薪的全部啊。能打个折吗？可以。不过，在你刚刚说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心里跟你打过折了。 我一开始的心理价位可不止这个数。你是不是已经跟踪我好几天了？嗯，很辛苦的，北京太大了，老走错路。20万，好。但你要知道，你这是敲诈罪。我犯罪，你受益。 你是聪明人，很划算的。服务员，买单。 没呢，我在琢磨你怎么不给我回信儿。哎，什么事？哎，待会儿你休息吧。听声音，你好像还没醒过来。倒时差呢，没睡。什么事？ 我想见你一面。
遇到点麻烦事儿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家，朝阳公园这边。开着手机，我派人去接你。哎，出去吧。好。这地方挺奢华呀。别人的，这里安静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找你。有件意外的事儿，我以为自己可以处理好，没想到。你见外了？和我之间还用解释吗？我也觉得多余，可是不啰嗦两句，我怕你会觉得我没把自己当外人。好，那就当你已经解释完了。咱俩现在谁也别拿谁当外人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的身份出了点纰漏。这是迟早的事儿。北京不是北极，人多信息杂。你继续说吧。这个庆飞有过一个女朋友，我知道有这么个人，没见过。也是因为他们分手早，我忽略了，没有什么防范。前些时候，这女的在网上不知怎么看见了我，个人信息和庆飞的一样。他冒充求职的跟我沟通，进一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后，他断定我是假庆飞，今天出现了。简单说，要钱，答应一次性解决。那就给他钱，他要多少？20万，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。那好说，20万是吧？是我让公司把钱打到他的账户，还是先打给你，你再打给他？还是先转给我，我再转给他吧。留个转账记录，我还需要他的一份保证书。你的账户。啊。我发给你了。刚才来的路上我就已经输好了。谢谢你，依然。收到了。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也没少花你的钱，蹭吃蹭喝的，我也没说谢谢啊。你怎么这么羞涩？你是不知道，如果不把这个女人的嘴堵上，往后的事不可想象，种种努力都会转头成空。过了这一关，你也不会平安无事。北京有多少同学、熟人，你知道会在哪儿犄角旮旯遇到？你想成功，可你想过没有？你越成功，你的经历、形象就会越被公开，一个悖论摆在你面前，越成功就越危险，就像是堆雪人一样，再精美，天一热也要化掉。查一下。看看是不是已经到账了？这么快？我建议你尽快恢复郑秋冬的身份。我咨询过，出狱后回户籍所在地办理身份手续并不难。好在你出来的时间还不太久。你怎么老是打击我呀？我觉得我们就像是亲人，像亲人。我怎么会打击你呢？一条说不清的缘分，让我们纠结了8年。
有时候我会多想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将来事业成功，公司要做上市，假身份一定会让你溃败，但坐过牢的经历就不会妨碍你。30万，你先用着，我这边毕竟方便。送你走。稍等。这份情谊是我的骄傲，可我还是想解释一下，绝对不是出于客气于人。我们见过两次面，两次你都跟我提到了身份的事儿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你说的这么多，我也不怕去这么做，因为我不去做坏事，去骗人，我就是想回避一些麻烦，图个方便。你刚刚提到的那些，以后我也会小心避开。我希望你会对我有信心，我会以自己的方式你会输掉的一切。一切。是不可能的了。那就除了那些不可能的。你什么时候能想做一个普通人呢？我一直都不想做，可一直都是啊。就是我刚认识你那会儿，没觉得有野心什么的。是吗？正是因为那样，我丢掉了太多，所以我不想再那样活。走吧。送你。别强词夺理了。失去太多，不是因为你有野心，而是因为你不珍惜。走啊。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，广威，滚得越远越好。罗一人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在男人之间跳来跳去，只顾自己快乐的贱人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只管说。没错，中宝传媒业绩是不错，
但是也要有选择面，不可能全方位合作呀。你像罗伊人，他喜欢文学艺术这类的，那他在图书平台上就介入很深。你们要仔细分析这个人。哎，你像岳如意，他不是喜欢踢足球吗？那他肯定会拐弯抹角的买一个足球俱乐部玩嘛。你像罗伊人、初燕子这样的女老板，他们是有共性的。什么共性？矫情。进。宋总，网络舆情系统的整理结果。嗯。请您签字。你过来一下。借？你这也太流氓了吧！谁借你钱了？你这是敲诈！那我也只能写借啊，钱已经入账了，你回头一报警，我必死无疑。写借绝对不行，你下次再敲诈我怎么办？那用钱封口我也不能写啊，你再告我，我还是完蛋。这我事先说好的。没有啊，至少没彻底说清楚。我觉得吧，写借最合适了，以后我还有可能把钱还给你。还？就你？你也太自恋了吧！你别看不起人啊，秦飞。这么叫你，还是挺别扭的啊。你要知道，你想要的那种保证书是要在有关部门都在场的情况下写才有效，我们在这偷偷摸摸写什么都不算数。那要不然我在上面写三个字，敲诈信，那可能吗？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你尽管可以放心，就算以后我穷得吃糠咽菜，我也不会再来骚扰你。我也得攒人品。恬不知耻。遇见我，觉得恶心吗？不算最恶心。还有更恶心的。有。跟你面对面吃饭。算你狠。哎，我名字你记住了吗？你的名字和账号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你一定会成功的，真的，我看人最准了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最希望我成功，因为我越成功，你就可以敲诈我越多的钱。哎，不是，你还有完没完啊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到底能不能听懂我的话？你能不能别跟我逼的没完没了？宋金珠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有底线，拿了钱就滚蛋，在我面前消失。你要是没底线，我奉陪到底。你刚说的话，我全录下来，咱们鱼死网破。
我惨到底也就是没脸在 CBD 混了。你是要坐大牢的，知道吗？我下午3点钟的飞机，到了广西以后，我会给你报平安的。真是无知者无忧。服务员，拿双筷子，来多吃点。这个人叫白丽琴，是罗伊人5年之前的男朋友。重点说这个叫秦飞的。从白丽琴的线索上查得，此人名叫郑秋冬，也就是白丽琴大学时候的师弟，在海淀工商注册系统当中。查到他2007年12月份曾经注册了一家职业介绍所。我联系了郑秋冬的大学同班同学张波，根据张波说呢，在罗伊人和白丽琴恋爱之前，他的男朋友就是这个郑秋冬。够乱了，那这家伙为什么要假造一个身份？秦飞跟他什么关系？没结果，正在查，毫无逻辑。而且奇怪的是，他为什么要造一个广西身份呢？孙经理，你资料里的这个秦飞除照片不同外，其他的都与我们这儿以前一个做连接科技公司的秦飞一模一样。什么？午饭之前，我委托南宁的合力咨询了解秦飞的情况，这是回信。秦飞除照片不同外，其他的都与我们这儿以前一个做连接科技公司的秦飞一模一样，年龄、籍贯和出生日期都一样。按资料来看，他俩读大学还是同班同学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这儿的秦飞已经去世了，葬在老家临桂乡下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派人去墓地拍照取证。现在基本可以断定，你那边的秦飞是个冒牌货。Why? I don't know. 冒名顶替，很好玩吗？我们做了多种假设，都不能让人信服。什么？马上把视频传到我的邮箱。好。孟总，这个人过去还进过监狱。这小子该混好莱坞吧？走在这种地方，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。这是这边监狱管理局废弃的一座旧办公楼。哎，对了，从墙上的宣传栏里还能看到过去的一些东西，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你让我查的事了。怎么样，孙经理，我够强大吧？在打听小道消息、炮制八卦这类事业上，哥哥我很有天赋吧？哦，对，这个人在监狱里还考了好几个证书呢。哎，你看报纸上还登过2009年入狱、2013年出狱，减了1年刑。孙经理，你怎么感谢我？下个月我回北京，别忘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可恶！怎么处理？这家伙是哪儿的？南宁那边的一个合作伙伴，喜欢隐私窥探之类的事情。问问他，秦飞是什么罪进去的？这个秦飞怎么办？要有预案。一个屁案，坐实证据，让丫滚蛋。你在山谷做人力资源，可惜了。说白了，就是企业人事科的副科长。能成长到哪去？我这边是真正的人力资源格局。我要单独做大这个培训机构，重装上市，就像新东方一样。你也可以有股份，成为合伙人。跟你谈，我不用手下人。作为董事长，我直接跟你谈。还有，我们这边鲤鱼培训吸引的都是什么人，知道吗？空姐、模特、主持人。
演员之流，美女如云。你想想，极品的工作环境，欲望的行云流水。谢谢班长，山谷对我很好，我也愿意对山谷忠诚。您这里有股份，有美女，都是诱人的条件。我只能说这次很遗憾，我们缘分未到。厉害判断，不要这么快，所有的条件都要考虑清楚。我没有这么多的条件，但是有一个原则，谁先谁后。山谷在前，我不能无原则取理。那好，我祝你在山谷前途无量。谢谢。郑秋冬就是那个秦飞，2009年因组织宣传传销被判入狱5年6个月，因为狱中表现优异呢，两次减刑于2013年出狱。早年曾做过虫草生意，后开过职介所，擅长成功学之类的岩浆古董，在该领域小有名气。哦，还有帮助过曲总的秦飞，确实就是已经去世的那个秦飞。奇怪，怎么就是没汗呢？你只管放心，让我来安排你的未来，啊，大致3年为一个阶段，我来帮你规划。在这几座大厦之间，就有可以上九天揽月的秘密通道。通道入口，我知道。步步高走，年薪翻番，相信。其实做大了，也没什么好的。这话怎么说的？生存法则。哎，你记住啊，位置永远是越高越好。女人的，该走就走啊，别无事。没有，做大了。你身上有一点点的这些缺点，都会被放大。被放大了，就会被人抓住不放，说三道四。抓住了又能怎么样啊？再说了，你身上会有什么软肋怕被别人抓住的？看不出来啊。哎呀，小毛病啊，谁都有，别过分放大就行。有约会你就去。啊，不用管我，真没有。有些事儿被抓住了还可以继续，可有些事儿一旦被抓住了，一切都得清零，得重新开始。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没有。第六感好像发生什么。有时候我总是会有些莫名的顾虑。你没朋友？没钱找银行，有病看医生，为什么要有朋友？怎么了你？这话说的太消极了。你一定碰到什么事儿，想找人说，可你对我呢还不够信任，一直在犹豫，能说还是不能说？真没有，我就是莫名的顾虑。没事的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记住啊。今天的山谷是你的最佳位置，它要在美国上市，只要你保持住这个位置，将来金不换。我会的，我已经喜欢上这份工作了。
垃圾短信。秦飞先生，孙经理说让您直接去宋总办公室。宋总？是宋总吗？是。这是你的承诺书，你承诺过要忠诚于公司，你做到了。宋总，只要是我承诺过的，就会做到。防伪可以造假，谎言替代承诺。这样的做人，你满意吗？宋总，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撒谎了，弥天大谎，你辜负了集团对你的信任。我是做过一些错事，那是在过去，我进了公司以后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公司的事儿。你是一个骗子，承认吗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冒鼠游戏这么好玩吗？郑秋冬，山谷的调查部门不是白事，这是广西监狱提供的材料，这是你做传销的时候一个姓苏的女同事提供的，还有秦飞的同学、秦飞的未婚妻提供给我们的。他未婚妻是个骗子，是个狡诈犯。至此，我不用再多说什么了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去收拾收拾。好，我这就回去收拾。宋总，我想解释一下，我的所有的错误都是进山谷之前犯下的。来了这儿之后，我没有一丝的怠慢。我知道纸里是包不住火的，总有一天我会露馅儿。可我一直希望这一天可以来得晚一些。我想为公司多做一点事儿，想让同事们看到我的能力和贡献，能原谅我的过错。
我爱上了。其实我到这儿的时间不长，可是我已经有了归属感。你错看我了，没错，贡献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，但远不能跟品德相比。我对品德的要求是很高的，隐瞒过去不光彩的经历，就是为了维护我的品德。我做了那些错事，真的是为了挽回。传销的事怎么解释？那是犯罪，彻头彻尾的错误，我不辩解。这会儿你怎么不说品德完美了？那件事从一开始，我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。等我知道了，就停不下来了。为什么停不下来？为了一段感情，需要用钱。我猜的是这样的，因为一段感情。那现在看看你，再看看他，你不觉得你傻到家了吗？你的名字将载入人力资源的黑名单，这是你的代价。而且我还告诉你，今后的你必然会更难。这是你敲诈我的电话录音，20万银行转账记录。你是自首还是我报警？我们不都说好了吗？说好了，说好了，你还去我公司告发我？什么？谁告发谁啊？别给我演戏，别给我装。前脚拿钱走人，我后脚就被公司开除了。不是你是谁啊？哎，我告发你，我有这必要吗？你就为了这个从北京跑到这儿来找我算账，不是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我告发你，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当然是为了钱。伪造身份去骗人，水平高的骗的时间长的，水平差的骗的时间短的，露馅是迟早，这就是你的小聪明。我上了山谷的黑名单了。山谷集团新推了一骗子叫邢飞，假名假姓假身份假履历，高额可算我进了监狱，这是真人。我的身份出了点纰漏，这是迟早。我思前想后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你还好意思说对不起？我被你害惨了，知道吗？我的信用等级降到了1颗星。我现在知道我害了多少人。一开始我没多想，我就是想用一个假身份重新做人，即使做不成，也不至于害别人。36计，走为上计。离开北京吧，找个全新的地方，用你的真实身份从头开始。我会考虑。生命的旅途啊，我不知道有几多疼痛，总是被岁月缝合的伤疤，时常有心愁默默地发芽。爱情不会说话，只有心在寂静挣扎。天空盛开的泪花，我将永远相信它。